几多事情也哈唔做，运也唔会做诶。也记天阳台词，鼓励蛮多人完成梦想。苗栗阿泰技术学院儿童屯家庭服务呢，有四个学生诶，九年入成立白自自己喜欢，因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顺利全台湾，是一个初体的微缩公故事。今年因能还要奔走两路挑战，比去年多一批的冲刺，公故事奔过多三年的糖。班主上个也着太姐姐年轻的带领小朋友避暑北脚，也着系苗栗县阿泰技术学院儿童同家庭服务呢事业社模业，顺便去到全台湾配合天气巩固，诸多动态的反应，也着同学从远行的出家人，经过汹涌的故事，不过看到台下小朋友满记快乐的目神，也着还是知道懂得。最远曾经到过那个阿里山，那每个孩子对那些故事姐姐啊，其实都要分开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的，然后也都很怀念那些姐姐给他们说的那些纸质居的故事。那回来的我们有一个成果发表会，在成果发表会上，大家也都很感动。透过学校同企业向下出钱，也都同学奔走两路，分别对台湾的南片、北片开始巩固之年。三下两日二十七日，也都同学会带领上个延春一百四十场，会同实行的自强创的项目带到全台湾。其实只要小朋友，回应很热烈，就是很专心的听我们讲故事，其实那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动力。事业太姐姐十三周岁，进行暑期县市国校就要出发，连台湾一天，去分享美好学习，学生们总知名。